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闲观。我们再来说文解字一番啊，请您认一下这样的一个字啊，这个说一下。现在想想看，我们现在写字比古代确实要方便很多。第一个，以前要磨墨毛笔啊，哇，准备半天，现在原子笔、钢笔啊、铅笔啊等等，使用上非常方便。以前的字啊，笔画这么多啊，现在字呢笔画就少了很多啊。这是同一个字啊，册。读册，这个册就是代表着古代人要读册啊，要念读册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这是竹简的意思啊，就很多很多个这个竹简要给它串在一起啊，所以这个一个一个的竹简啊串在一起啊，才变成一册。那这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竹简能写多少字啊？以前又不是毫雕啊，所以一定是一个竹简上面没有多少个字，所以你要念完一部书的时候，一册书的时候，哇，搞不好一个房间啊才有一本书，这样的一个状况跟我们现在的一本书它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以前讲汗牛充栋啊，很多的事情啊都是占的空间是非常大的，现在是改变很多，所以我们要非常珍惜啊。现在甚至于电子书，你连书在哪里都看不到，可是里面有多少几千本的书就在那里面了。所以时代进步啊，是让人家非常吃惊的这个事情啊。好，我们中国的这一部分是竹简的部分，我们讲完，我们再从这个欧洲的他们读书来看，你看看这个多认真啊！看到这种图片是画作，是让人家非常感动的。当然，这个读的绝大多数是宗教意涵的这样的一个书啊，但是这一份的一个专注的神情啊，哇，这个简直是让人家非常非常感动啊！年龄大了，身材有点点这样的一个弯曲了、驼背了，但是专注的眼神呢、就好像这个光一样映照在他脸上啊，互相辉映的这个情形啊，这个是这个画作里面可以看得到。读书啊，绝对是非常重要，而且可以让人家觉得他绝对没有那么老的这个状况。那一幅画跟这幅画其实有点点异曲同工之妙。原来这是早期最早，这是林布兰的画，刚刚是他的学生啊，模拟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把它画出来。另外一个画作，同样都是老妇人，同样都是这样的一个书籍啊，非常仔细，然后把这个光线聚焦在这个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来呈现出来。所以这个有些画家啊，所以对书这方面啊情有独钟啊，所以把书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画作来呈现。你看看多少个人啊，曾经这样子翻阅过。斑驳的那样的一个痕迹，代表是曾经仔细跟他互动的那样的一个记载啊。这个书本身呢、似乎就有生命起来，不只是书里面的故事啊，这个内容啊有生命啊，书本身就似乎啊告诉了这个生命之歌这样的一个这个意涵啊呈现出来。所以大家我们对书的那份的一个感觉应该都是蛮深厚的。所以像这是在澳洲啊，他们有古书的这个整理跟这个展示啊，这个古代的书籍啊有很多都是生活面比较重视的，意思就是说他譬如说把这个植物啊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你看看花了多少的精神时间啊，那么样仔细的描绘下来。这当然不是说太久以前的书籍啊，但是百年以上的书籍啊还是这样栩栩如生啊，非常写实珍贵的记录下来地球上生命的点点滴滴的故事啊。我这个看到那样的书啊，这个真的是觉得人类的一个知识啊，要怎么样把它凝聚下来，书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可是啊，早期的书啊一定都是很重很厚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发明这个印刷术啊，古腾堡印刷术啊，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是用压的，这里啊是有板模在这个地方啊，然后一页一页这样子、要用很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装置啊，把它这个弄下来以后才能够完成一页，一页以后再这个
重复印好很多以后，再想办法再给它装订成册。所以这个花的一个精神啊，以前古代中国是竹简啊，这个想必也是非常辛苦，所以拿起一本书啊，那个分量啊，自然是非同小可。现在呢，英国这样子，印书的情形是这样子，大家好看哇，这个简直是太叹为观止啊！这是什么？这是印什么书啊？它不是印很特别的，不是说印一般的这个书啊，而是说，哎，你挑说，哎，这个是市面上很少的，出版量量很少的这样的一个书啊，就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啊，马上把它印出来，半个小时之内就给你一本书啊。所以你看看时代的一个进步啊，让人家真的是要非常感恩啊。这个所谓小道小众也依然有它的市场的意思。好，我们跟大家讲一个生命之书的故事啊。你可以看得到，我们一个细胞啊，它绝对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单纯啊。身上数以兆计的这个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之书啊。而这个生命之书的书写啊，都是透过很简单的字母啊，竟然就可以书写出生命之歌出来，生命之书出来。它透过的就是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双螺旋互相对应的这几个字，它当然代表的是有背后的一个化学的一个结构，然后氨基酸蛋白质啊等等啊重新组合等等，变成生命之歌啊，生命之书啊。可是这有时候会不会印错？有可能啊，印错啊。一个20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呢，她出现了一个症状，就是肚子闷闷的不舒服啊，那有时候还会出现黄疸，所以到医院里面去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发现肝指数偏高，那也有黄疸的这个现象，那于是医师就给他做一个超音波检查，就发现他肝脏有问题，有个囊肿，于是介绍到我们医院来啊，一看果真啊，这个有囊肿，肝里面这个肝的一个位置啊，显然他20岁啊，怎么会有这个状况？是不是长什么肿瘤呢？好，我们再给他仔细再切面来看的时候，大家也看得到，哇，这个范围是这么大的囊肿啊，这么大的囊肿，肝的一个位置啊，这个20岁也没有多大，里面竟然有一个20公分左右的大的这个囊肿啊，那这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它已经反复发生压迫的一个症状，意思就是说，它不只是它倒是肝功能的一个影响，还没有说到肝衰竭啊。虽然剩下的范围是有这些，但是还能够担负它的责任的。但是因为它变大了，它会去压迫我们正常一些系统，所以于是产生出黄疸这样的一个症状出来。我们从侧面来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哇，从正面来看的时候，你看看右边的这个，整个全部都是囊肿在这个地方。你说这怎么是囊肿？这不是肿瘤，不是，里面啊，这个其实都是液体状的这些东西啊。所以临床科的医师啊，影像医学科的医师就透过这个抽的一个方式一看，这里面啊是水状的，那又带点胆汁的这个色彩的东西，所以是一个囊肿，所以开刀啊跟它切下来的一个状况，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这个好像把这个皮给它剥开以后，里面的这个情形啊是这样子，所以里面不是肿瘤，这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在这里呀、可是大家想，没事怎么会有一个囊肿在这里啊？所以病理科的一个检查就可以给我们把局部这个地方给它做切片以后，可以看得到原来它表面这个地方啊，这个还是有它的一个黏膜在啊，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囊肿，一个囊肿。那这是囊肿从何而来？原来这就是我们原来自有的这个胆道系统啊，这是胆囊，这是胆管，总胆管这个地方啊，不晓得什么原因，先天上啊就有一些问题，于是在这个地方它发育上发生问题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维持它正常的一个动作，所以这是一个先天性的一个畸形，然后慢慢越来越大，因为它越堆积越多的关系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等到它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胆汁的一个通道会发生阻塞压迫，而造成临床的一个症状啊。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生命啊，确实啊，很简单的字母去写，但是在写的过程中，因为它那个太多太多了，所以也有可能稍微有点吐血，还好这个病人吐血的不是太严重，局部那个地方给它拿掉以后，这个症状啊就解除掉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的胆，大家不要想到的只是说，它这个解毒的一个功能，其实它是分泌胆汁啊，也是肝脏的功能。那它因为这个先天性畸形而发生一些状况啊，所以躺车啊，但是不要睡着了。
感恩您的收看，我们再会。